你买这个没用啦。好办法。来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要杀我。而且不要烧一架，是你穿的。那我的价钱给你看。这是我本来都放在这里，不是人家看到。我们那个时候也是。喉咙有痰的，有咽喉炎的哈。而且不要吃掉，我们自己会吃。那一般带一百，大瓶的两百哈。而且你看看这台是这么正常，我有人也刷好的。我今天一天疲劳都已经走了，我感觉。啊，好，我帮你装起来。对，这个袋子我在哪里？哎，我送一些给你，你如果下次到这可以啊。这个保鲜膜也可以啊。对啊。但是我得，我就怕我下两箱送给我们。我多一点给你们哈，来，这是我的，明天用得好，明天亮了，我上面有电话，我可以帮你做过去。到就大陆吗？对啊，是哪里的？我是一号，它不便宜哦。好。那首先，那是你们的事，不是我说的。我在想，妈妈一个，干妈一个，我自己要买，但是我怕拿不下，我行李箱装不满，就帮他叫。还要去台北，还要买东西。那就你就我们回去拼图，对对啊，但是我感觉用过了。直接拿纸巾往上吗？你看这个苦瓜是真假，不是假的。苦瓜吗？这个是讲明是白肉，是白肉。白肉的苦瓜只能够煲汤或者是榨汁。不是炒的。是炒的那么好吃。如果你要整色的台湾，我们要吃南产打苦瓜呢，都是找回这种苦瓜。你要点出来点菜种了，那你的种了。上次怎么越重？
哇哦！要记得买回学校报告。好。Thank you.
手啊，这两个手都有，然后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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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
吃饼干，现在全吃了。那下午再见。我先。